台湾大选上周六落幕，蔡英文以史上最高票成功的连任总统。目前已超过60个国家与组织向台湾表达恭贺，包括美国国务院、白宫国安会、英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与法国等。对此，中共外交部周日晚间向这些国家抗议。 不过，国际社会并未予以理会，相关祝贺与肯定台湾民主的贺词持续的增加。2020总统大选结果正式出炉，由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，高票当选。截至周日下午为止，已累计超过60个国家组织对台湾表达祝贺。 其中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开票当晚就发出声明，表示台湾再次彰显了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力量，为全世界树立了典范。这也是史上第一次，美国国务卿直接给台湾总统当选人发贺电。 另外，白宫国安会还有英国、日本、澳洲等国家的外交部都纷纷在各自国家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，祝贺蔡英文连任，并称赞台湾的自由民主。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, I am delighted to congratulate Tsai Ing-wen on her victory. We should also, of course, congratulate the Taiwan people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t the ballot box, a right that w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erish as well. 美加、英法与欧洲议会等国会有台议员也盛赞台湾的民主选举。英国国会有台小组声明甚至写道：“尽管处于一个民主价值时而遭到压制的地区，但台湾再次展现身为地区灯塔的成熟民主。” 统计下来，目前已有超过60个国家组织向台湾表达恭贺。然而，中共外交部周日晚间向美国、日本、英国等国家严正抗议，直指向蔡英文总统表达祝贺违反中共所谓的“一个中国”的原则。不过，目前没有国家针对中共的批评再给予回应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